舞啊，洗衣舞，洗衣舞都是衣。想想说他有什么目标？哎，对，那他到底要磨出什么东西出来？那个 B 六。来，各位同学注意听阿姨讲，他这个石磨的话，一般我们如果要磨米浆、磨豆浆的话，我们必须先将米还有豆子先把它浸泡，然后软化之后呢，软化之后我们就是种出来。Thank you.